我是一名喜剧演员，我的梦想是成为制造欢笑的表演大师。在我看来，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喜剧，就是喜剧。我叫星云。 努力了很多年过后，我还是没演过主角，也没演过配角。但我无数次成功的扮演过路人和背景，在没有表情这一点上，没有人比我演得更好，因为这才是跑龙套的精髓。 存在于所有人的眼前，但从来没有人看见。就这样，我一直很敬业，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我连笑都不会了，就很遗憾。不过没关系，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喜剧。 我叫 Sunny， 我今年19岁，射手座，我的血型是一，我是一名歌手。推荐我的全新同名原创大碟，推广优惠价只需要100块哦。你就可以拥有像我一样阳光温暖的声音，常伴左右，从此不再忧郁。你还可以过上像喜剧明星一样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怎么样？买一张吧。 现在90后简直是越来越让人搞不懂了，貌不惊人死不休的节奏有没有？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歌简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奇葩量身定造的哟。哎，就在你家对面那个 cosplay 小姐，她也买了一张哟。你们口味那么相同，肯定也会喜欢我这张如同夏威夷海滩一样热辣的同名专辑哦。买一张吧，怎么样？ 马乌曼泰。My name is Sunny. This is my poster. Bonsoir. ちょっと待ってよ。おっぱ。めっちゃ綺麗よ。 No, que you know Italian. They love to eat. They love music. Indian. Normally, I know you like Indian, so they love my music. You know. Rush. Привет,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Ну, воз в роше. 靠背啦 ！О фонкуло, и ты со своей бабушкой хуй. 我叫卡西莫多，
我是一个雨果星人。雨果纪年3728年，也就是地球历1990年，一个D-702型可缩放时空穿梭弹把我带到了地球。雨果星被地球人命名为 KMT-185，是一颗与地球环境非常相似的行星。我就是来自那里。作为一个外星人，很遗憾我不会瞬间移动，也不会隔空取物，更没有超人的力量，但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地球上活着。我已经逐渐适应了地球人的饮料，地球人的食物，但我还是忍受不了这个星球浑浊的空气和地球人那些怪异的交流方式，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同类和回家的办法。虽然大部分地球人都很无趣，但这一个好像有点不同。我愿意多看他几秒。也就是几秒而已。我花了10年的时间，自制了一台载人穿梭车。只要收集到足够大的能量，激活动力引擎，就能把我和车一起分解为电和磁，通过时空裂隙传送回家，并在那里重组。但是整个装置还不稳定，需要更多的调试改装，才能确保我在完成穿越后的重组过程中不会跟车融到一块去。无线电是跟同类取得联系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生活在地球上，总是不得不面对假信号、人造卫星，甚至是黑客的干扰，搜索效果大打折扣。
受强降雨影响，未来两个小时，本市以北向东南将陆续出现雷雨大风天。从雷达的水波结构来看，这降水过程可能为标线。对这个干燥的城市来说，一场雷雨是很奢侈的。但实际上，在任何给定时刻，地球都有1800场雷雨正在发生，每秒大约有100次雷击，每次雷击会产生6亿伏的高压。这种量级的电能，足够启动我的穿梭车了。你看到我给你留的信息了吗？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对啊，你看到我在窗户上给你留的信息了吗？你是不是也要上去？我说，你有看到我在窗户上给你留的信息了吗？信息？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用雨果文在你家对面的窗户上留了信息，约你在天台见。神经病啊！你都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在这自杀的，你想不想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步的呀？让我猜啊，失恋。失学。失身总不至于吧。
刚跟我说什么雨果，什么给我信息，你是认识我吗？你该不会是看过我演出吧？你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我的同类。累，活着是都挺累的。哦，你说同类啊？那你是什么类啊？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属于这里。阳光似乎光顾，月光为我伴舞，巴黎夜晚的钟声是我的音符。如果习惯痛家在哪里？我得想办法回去。我不是你说的同类。可是我愿意做你的同伴。Thank you.
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为某种事业卑微的活着。那场大雨，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前进的方向。真正的喜剧大师，一个眼神就能俘获观众的心，一个动作就能戳中观众的笑点。Spoken， 一个笑容就能变逢百态人生。别做梦，做人一句台词就能激励深陷低谷的 loser。我想，他们才是我选择当喜剧演员的真正原因吧。这么长久来，我竟然把他给忘了，甚至把自己的笑容都弄丢了。谢谢你，奇怪的邻居。他到底是外星人还是神经病，其实根本不重要。他只是一个观众，一个需要喜剧的观众。错过那场难得的雷雨，我不得不推迟回家的时间，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在离开之前认识到了地球上的第一个朋友。他把原本平淡无奇的窗台变成了专供我一个人欣赏的舞台，变着法子逗我开心。这是二十多年来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孤独的感觉，头一次离我这么远。看到那颗最亮的星了吗？那个啊。对。嗯。我的家就在那里。那在你家那边，晚上的星空也会这么美吗？所有的美都是留不住的。我就快要走了，回去吧。嗯。